假如奥特曼变身失败有段位，银河梦比优斯被打断施法，麦克斯居然用脚变身黑铁。小飞棍来呢，青铜。白银，金木队长正在待命。你的回答像天空最后眼泪下，交换没愈合的伤疤。你的步伐像始终握不住的沙，还不如随风扬洒。黄金，展示我的本色吧，罗布。白金，果然他也是奥特战士，但是，真的怎么这么小？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半大不小的样子啊？钻石。王者，哥哥家宝。